农夫 rap 过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舍五入就犯太岁。陆勇和 C 君这天上天天开运王做嘉宾，就当然要和老友林林聚一下。他们还说每年都要去师傅家里吃开年饭。你自己平时有什么必吃的开运菜吗？必吃开运菜当然是去林林师傅的家吃那个开运菜。嗯，他是不是吃完就特别好运的那？不是啊，就是他直接会。他给我的、哎、你说我 啊, 对 我, 对 啊, 我夜观星象就看到你说我，我就过来了。你说你好、哎、你的国语越来越好啊。我就跟你学的，你忘了？哇，他给我们的红包 啊, 啊已经足够我们开运了、他们说就去你家吃开运菜，他那一年就走好运了。就是去年我以为他们玩一个整蛊节目，就过一定要说过来我家里面吃饭。我吃了以后我自己就走了，就一年都待在大陆，就因为他们就把我吃穷了。啊，对，太过分了。